开始啊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曾一起六个的日子》嘅第四集。我系今日嘅主持人 Jacky Kam 金嘉琪。咁啊，而我身边呢一位咧，就其实相信唔使我点样介绍，大家都知道系边个噶啦。不过循例都要介绍嘅。咁我身边一位靓女咧，就系、是、我哋马来西亚。非常之出名的名模 Amber Chia， 歡迎 Amber。終於嘉琪肯邀請我去上節目了但是佢我上咗咁多節目，從來都未上過呢啲靈異事件嘅節目咧。係啦，咁我諗到第一次同嘉琪上節目咧，就係講啲靈異事件，就係、是、我冇講過嘅話題咯。係，所以非常之好，多謝 Amber 啦，今次上嚟真係兩肩插刀啊，即係上嚟幫我哋。器材啦，幫我哋 support 我哋呢一個啊，曾一起六個的日子嘅呢個節目啦。咁啊，即係喺度要同 Amber 講聲 thank you， 多謝曬。我多謝。咁大家如果得嘅話咧，就將呢個直播分享出去，因為咧我從來冇分享過呢件事嘅，我上咗幾千個訪問咧都冇講過靈異事件嘅。係啦，都係第一集啦。咁非常期待，同埋我第一次咧有咁樣咁恐怖嘅 set， 我通常啲 set 係好靚好 fashion 嘅。所以我都襯埋個 Dakila 嘅衫喺度。所以我哋非常之有誠意㗎，我哋無論係做咩嘢背景，我哋都做到非常之令到大家睇落去都係嗰個視覺嘅效果啦。咁啊呢樣嘢咧，真係要多謝我哋呢個 Hotspot Media 啦 ，Hotspot Media and Studio 咧就係呈現呢一個節目啦，俾大家啦。咁我就希望大家如果未去 like 我哋呢個 Hotspot Media and Studio 嘅呢、這個。Pitch 嘅話咧，麻煩唔該你哋喐一喐你哋嘅手指去 like 一 like 啦，同埋咧就係 share 我哋今日呢一個靈異事件嘅話題啦。因為接落嚟佢哋會有更加刺激嘅話題要分享。係啦，都陸續落嚟都有好多豐富嘅節目想同大家分享嘅。OK， 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咁我哋都要開始我哋嘅呢一個節目啦。咁未開始之前，有人講太恐怖啦，都未講。太恐怖，咁犀利，跟住。哇！跟住，多謝 ，Hi 千蚊，啊五千蚊 ，Hello 女神哦 ，Jonna 話女神哦。我諗佢哋講我著到好似 Dakila 啊，嗰啲咩啊叫做咩啊 ？Dakila 叫咩啊？廣東話啊，吸血鬼啊，吸血鬼係咯，係少咗兩個牙啫。係喎，真係，所以非常啊 ，Amber 真係非常之一位專業嘅一個 artist celebrity 同埋一個名模啦。即係我同佢講，我哋呢一個節目佢就會。穿嗰啲衫咧就係配合我哋呢一個今日嘅節目，所以非常非常之多謝啊 Amber 嘅。OK， 咁相信大家如果有睇過我哋之前幾集咧，都知道我哋都會講下啲即係自己親身經歷過嘅一啲靈異事件啦。咁就我聽講好似係你嘅屋企人。有經歷過呢啲咁樣嘅事件係咪？其實首先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我以前咧，我係一個 free thinker 嚟嘅，咁free thinker 即係講我係信 Benagara 嘅，我嘅 religion。OK， 即係講我冇我有我媽咪係佛教，但我老公係 Christian，但係咧，即係比較 free 啲嘅。咁你問我嘅話，其實我係比較我乜都信嘅。同一個時間咧，我最信任嘅就係 Benagara 啦，因為我成日做工噶嘛，揾錢噶嘛。OK， 呢樣嘢個個都信嘅，我都非常之信 Benagara 嘅。好，咁之後我自己本身做因為細嗰時候係佛教。咁我有經歷過佛教啦，咁我老公係 Christian 啦，我都係有同佢去教會啦。咁我有啲朋友咧，佢哋都係Islam 嘅回教，我都有同佢哋去嘅。咁我本身做係一個 free thinker， 咁以前你問我同我講起啲靈異事件啊，我啲身邊嘅朋友同我講啊，呢度有好恐怖嘅嘢，嗰度有好恐怖嘅嘢。你唔會信嘅？我係覺得你哋應該要去飲醉酒咗。唔係啊，我係覺得你哋應該係睇心理醫生。我覺得佢哋應該係可能有。幻自己嘅幻覺嚟嘅啫，或者係有或者係諗太多啊，或者係黐咗先，或者係精神有問題咯，精神有問題咯。咁我就覺得應該冇咁恐怖啦，佢哋亂亂嚟嘅。我屋企冇會唔會睇醫生啊？如果嗰個人同我講佢鬼上身，我問佢你有冇去睇醫生啊？我要問嗰句嘅，因為我係 free thinker 嚟噶嘛，同埋我覺得有啲嘢我自己都覺得係一定要有。
很 sideways， 你有一個東西去解釋，如果你解釋不到的東西我做不順的，是、okay. 好像靈異的東西是解釋不到的，對，所以直到我自己親身去經歷過一次，那不是發生在我身上，是你身上，那是發生在我一個很，但你想不想發生在你身上都不想了、當然不想了我不想永遠都不愛，是因為發生都是都是我哋大家都唔想希望發生喺自己身上嘅。咁、我自己做以前我都有拍過鬼戲啦、我自己都有睇過鬼電視劇電影啊。我會驚，但係我唔會去信咁樣啦。咁我直到我自己又一次我自己嘅一個好親我好識嘅一個人，咁佢發生咗啲事，就係我嘅細妹啦。咁細妹點？親生細妹。係啊，親生細妹，我同佢一齊長大嘅，同埋我同佢一齊嘅時間好長，所以咧，當我當呢件事發生喺佢身上嘅時候咧，我成個經歷，我喺佢身邊，我發覺到有啲嘢真係解釋唔到，再解釋唔到噶。咁我好記得咧，嗰陣時候我妹做翻沙巴去探我爸爸媽媽。之後佢仲冇咩舒服做，就送佢去政府醫院。我廣東話歪歪地啊，大家請你原諒。或者你都可以參下嘅，參下華語或者講廣東話。如果我講唔到廣東話，我就會參啲。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之後我就會帶我到我哋好自好自然噶嘛。我請我講華語好不好？可以，沒問題，沒問題。我怕我講鬼故事講到變成笑話，你知道嗎？可以，就講華語吧，就講華語。好，我們就唱來唱去吧。那我盡量哈。那其實我自己本身其實自己經歷就是我妹妹有一次就回去沙巴州读，然后她就回去看我爸爸妈妈。Okay. 那有一天晚上她就不舒服，那很自然的，当一个人不舒服，你一定送她去医院做检查。对对对。那她就去了这个政府医院做检查之后呢，发现到她没有事情。第二天医生说，她应该没有什么大意外，也没有什么事情，就让她出院。对。然后第二天晚上呢，她又不舒服。那时候我就叫我的家人送她去这个私人医院。我说可能政府医院他们没有这么细心，设备没有这样齐全。呀，或者是。没有这么细心，怎么会说我妹妹没事情，然后给她出院，然后第二天她又不舒服又进去，而且她那种不舒服呢，是觉得自己肚子很胀，胀到她自己很心一直听到自己心跳声，然后呼吸不到那种感觉，然后。我很记得第二天他在私人医院，我就跟医生说：“你全身检查，我大概检查了，就从头到尾就8000多令吉，就 top to top。Okay. 我说全不用紧，最重要要找出他什么事情，我们才可以治疗。因为他怎么会一下子这么脆弱了？对对对对，完全是我跟他在用那个 FaceTime 的时候呢，他完全是只是这样子看着我，就觉得哇，很辛苦。”就是很辛苦，就这样子的感觉，我完全是觉得我很无助。那个时候，我看到他，我很怕他会失去他，然后同一个时间，我不懂他怎么样帮他，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机缘巧合下吧。我很记得那一天，我就是在Garden， 我跟他 FaceTime 完了之后，我还在做这个访问，然后我就回去那个一个马来的一个记者在访问我，我就回去那边做，我就 sorry 他就说我根本没躺很久，因为我妹妹不知道舒服，然后我就说他我一直在检查了，医生检查也不懂什么事情，就说他肚子很胀，一直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然后这样子，可是医生又说没有事情，然后我的这个访问我的这个那个 videographer 呢，摄影师他是马来人，他就说 okay. Amber 你相不相信，因为我的爸爸曾经在有一次去世的时候，他还跟你的妹妹这个感觉是有一点像。我说我就吓到，我就说你是说什么仪式呢？他说或者是我不想知道你相不相信这个薄膜的东西。OK， 这样子我就跟他说现在如果我你要怎么样证明给我看是真的？他讲你去拜拜一下咯，讲不定都就是随意的东西。对对对，我就说可以，然后他就说要带我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去那边拜拜那种嬷嬷的东西。那同一段时间呢，我其实一个机缘巧合啦。这个朋友可能你也认识的是 Zyro Wong， 不知道你认识吗？ Zyro Wong，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他之前呢，在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做事情很不顺利，我的家人就有很多人就是不舒服这样子， okay. 然后我就说我那个时候我的狗狗也不见掉过，然后我就跟他讲说、okay. 家里太多事情我很烦，然后那个宅友就说要不要去拜拜，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拜拜很灵的， okay. 然后我就去、然后我就讲 OK 啊，我就去找你咯，然后他过去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分享了那个 location 给我，然后我就叫我的先生驾车载我去，那我一直以为是那一种普通的那种庙然后上去上个香然后就出来的那一种，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呢，我老公不让我进去，我很记得
的那一天，是因为他是有那种跳铜的那种东西、啊。哦 ，OK OK、嗯。然后我老公说你不要进去，因为他是 Christian， 他说这种事不要，你不要去。不会相信。他就讲这种你不要进去，老婆，你像这种地方你不要去好一点。OK。然后我就没有进去，然后我就在外面跟他说：“假如不好意思哦，我要走了，因为我的老公啊、他不让我去这种地方，这样子我就离开了。”然后离开了大概隔了一年多的时候 ，Jairo 那一天又因为我跟他时常都有联络，他又打电话给我，就问我，我就说 Jairo， 我其实我妹妹不大舒服，我其实在烦着一些安排着一些事情，也是一个缘分，因为他不是时常打给我，但是这么巧那一天他就打给我，然后然后他就说，哎，你 Amber， 你给我你的妹妹的星辰时辰八字这样子，然后我就给了他，给了他之后，他就讲 Amber， 你相不相信我好？我现在带你去见那个师傅，师傅说你一定要过去见他，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在想，我回去，其实我订了机票回去，我也不懂我可以帮到些什么，那种无助，无助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感觉，那。我就马上驾车就在我家附近，然后我就去这个地方，在大马名人之美女就去看这个师傅。Okay. 那个师傅就跟我说：“你啊、你妹妹其实是蛮危险的，然后你相不相信也好，我帮你做一些东西，你妹妹明天会好一点。那好一点，你一定要带她过来，这样子，要不然的话呢，可能会是一个，他说他中了一个死将，就是一个会死的一个将。”那不过那个时候你的妹妹是在沙巴读，沙巴对 ，OK。然后我就听了之后，当然身为姐姐的，我就觉得如果她明天这样好的话，我就带她过来，我也很想带她过来啊。Okay. 对对对对。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她不能出院，因为她连站起来的那个力气都没有，她不能自己站起来，她就是可以开眼睛关眼睛。但是医生那个时候，医生找不到任何，找不到是任什么病状都没有，就是全部都找了，你看8000多块全身检查了，然后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都找不到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写着信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就是叫你妈妈就是拿那个什么猪肉，就是帮他妈生啊这样子的东西，喂他吃一些猪肉这样的东西，因为他是中了是那种酱。然后我就问回这个师傅，我说其实我是一个 free thinker， 我刚刚我一个朋友说要带我去薄膜的地方，然后我老公今晚上安排了这个Christian 的人来我的家里唱这个圣歌、oh, okay. ，OK， 我应该要相信谁？我就问他，他说我很无助。然后这个我觉得我为什么会相信他是。因为他跟我说了一句，我觉得我自己蛮敬佩他的一句话，他就跟我说，其实哪一个宗教都是一样，最重要是哪一个有缘分可以帮到你妹妹，让她感觉好一点，可以帮她救回她，因为她中的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事件。他也跟我说，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救到你妹妹，但是你妹妹如果但是如果不救的话，她一定会有危险，有危险。所以我就觉得不可。包括孙 K 某几号孙 K 好，那我就相信。相信了之后，我就叫我妈妈吩咐跟她的吩咐做，然后就烧那种壶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叫我上香。然后这个师傅很好，他完全没有跟我要一分钱，他就是包红包的那种习俗。然后我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我就晚上我的老公又安排了一班人来我的这个家里唱这个圣歌啊，对 OK， 做那个 blessing 啊 ，Christian 做的东西。那第二天早上我很神奇听到我的爸爸妈妈电话，因为我6、7点我就起来，第一件事情问我爸爸妹妹怎么样，因为我很担心我比较好了，然后我爸爸就在医院陪他睡，我妹妹爸爸说他很像好了，他今天早上可以 有比较有力气了，然后到了差不多中午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妹妹可已经好了，可以应该是可以出院，我说 OK， 我马上订机票，然后你们马上飞过来，然后呢我们就马上买了这个大概2点多的飞机，然后就我爸爸跟我妈妈跟我妹妹就一起飞过来，那飞过来的时候呢、okay. 他们其实的飞机有一点点 delay， 他们到这边原本是五点钟左右的，但是他们6点这样子才到，到了之后我就早上还是傍晚啊、傍晚那我就去机场接他、okay. 接了他回来，我就在路边打包了一些粥给他吃，因为我约了这个师傅9点半的，然后呢就在送了他回家，我就给他吃粥，然后吃下粥，他又躺在地上跟我说，他最后肚子好脏，好辛苦。然后我很自然的一个反应，那时候下着很大雨，就下雨天黑了，然后我就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人的一个反应就是我送他去最近我的家的附近的这间医院，我就送他去班代邦萨的这间医院。OK， 那去到那边之后呢，就一样哦，就是进 emergency， 然后紧急的那个部门，然后就是他好了一天，然后飞过来 KL 之后，晚上天黑之后才会发。哦、OK， 是很奇怪的一种病 ，OK， 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奇怪，有什么病只有晚上才发作？对对对，就肯定有问题了。
我那时候我也是没有去想这么多，那自然我就送他去医院嘛，人一个人不舒服很正常，人就是送他去医院。对，那去到医院的时候其实他是那个 emergency 的那个 wheelchair 载他进去的，他就躺在床上，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他很热，那我的车很多外套啊，然后医院的那种被我们就帮他盖，然后就希望可以让他舒服一点点。然后呢之后他们医生就过来抽血啊，然后这样子，然后我妹妹又说这句话很辛苦，我一直听到我自己心脏我呼吸有困难，我就快点叫了个医生过来，你可以看一下我妹妹什么问题吗？因为他说他呼吸困难这样子，然后医生就说哎，这种东西我们还是要等那个验血的报告出来我们才可以确定，因为现在我就说可是他昨天验的前天验的，为什么昨天前天的血不能呢、啊、今天还要验多一次还要等，那医生说可能那个血球会变啊这样子，我就用比较科学的一些看法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之后呢Suddenly 我的妹妹跟我说她很热，她那个时候就开始流汗冒汗，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医院很冷而且下着大雨，对对对对，再加上她刚刚说很冷，她怎么会又全身大汗，她很像跑了这个 marathon 那种汗水、你知道吗，她就流汗，然后就出很多汗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她的 syndrome 很恐怖，因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然后那个时候就提醒了我，对，我约了这个师傅，我一定要去。那个师傅叫带他过去，那我就马上打给师傅，师傅就说你现在 check 让他离开医院，快点带他过来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才九点八点多，不到九点半就还没有约定的时间，八点多、okay. 我就送他，我就要签那个，我就跟医生说，医生，我妹妹的这个状况有一点点奇怪，因为她是一下子热一下子热，然后。他一直说他听到一些声音，然后那个。但有没有说他听到的是什么声音？他说他一直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然后一直呼吸困难这样子。哦、然后我就跟医生这样子说，医生，我就说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可是你看他现在的状况，我跟着那个医生说，我很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就是我就说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你们又解释不到他是什么病，对对对，然后医生就说如果我就说我想要带他去一个地方再回来可以吗、然后医生我就说我其实是就验了这个师傅，因为他的现象有点怪，所以我想带他去看这个师傅 OK， 那医生没有拒绝我，他说如果你可以去尝试的但是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可以去，但是你一定要签那个出院的纸，然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医生不担保啊，对对对，他们是不负责的。对，然后医生也最后也是，我就说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可是医生他，我发现这个医生他没有跟我说他很好，他没有跟我说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他就说、okay. 如果你们要去尝试的话是可以是你们的选择这样子。对，那我也相信这个医生曾经也有可能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些。事件我觉得啦、这样子的病人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他没有 stop 掉我觉得他应该曾经也有遇过这样子的病人，可能他们也是觉得说因为他们真的check 不到是什么病状、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其他方法的话他们也是可以去尝试、对，然后我就马上上我的车 check 还了钱之后我就直接呢就 on the way 就去我的那个师傅那一边，然后在车里面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就一直打我妹妹的脸，因为我妹妹这样翻白眼不清醒，她翻白眼，然后她说了一些奇怪的话，就是、很奇怪的话，就是我听不懂的话。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一直这样，不要。其实你们会怕吗？她不要笑。那时候我驾着车，我是赶时间那种，很像 emergency 嘛。然后我的妈妈就这边，她妈妈在那边，别你叫她没必要睡。我说你叫醒她，因为她眼睛一直飘，对对对对对，然后在说一些很奇怪的话。然后她其实没有什么力了，然后又飘上来这样子，那感觉我其实我自己很记得那个画面，因为这是我一世人没有尝试没有看过的画面。然后我们就到了那边，其实是三四个男生拖着他进去，因为他已经没有力了，没有力了，然后就躺在地下，然后就还是流着汗的。然后他那个师傅就做也是紧急的那种事件这样子，然后咚咚咚咚咚，然后之后呢，隔了一个小时，我在外面，其实你没有看到师傅怎样去做，他们就是跳桶啊，然后用那个我然后我就在外面，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很大，很 depressed 了、就是，然后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怕我妹妹会离开我那个时候，对对对，所以明白，我就在外面哭，然后同一个时间我就在外面 pray， 我说我不懂这是真是假，但是有谁可以救到他，我就相信谁，然后我就隔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妹妹可以站起来跟我说她好了，我那个感觉是。我不懂，我解释不到，
放松了，放松，但是我也解释不到，然后我也不懂要不要相信我所发生刚才所发生的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呢，师父说他要大概十天回来，就是要拜拜那种。然后那十天我就每一天陪我妹妹在外面就等，然后就做一些锁灵魂这样子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很记得，我坐在外面，有时候我会看到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子进来，然后那个人进去，然后他的朋友出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朋友， 你的朋友有什么事情？他就跟我说没有，他给鬼上身了。我说怎么你们讲到很像吃饭这样子的？他说哦，对啊，他每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看习惯了，每通常会发生几次的哦。我讲啊，没有，怎么你们很像吃饭这样子讲？没有 Amber， 通常喝醉酒的人都是会鬼上身的嘛，因为喝醉酒是另外一个样子的嘛。可是我看到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案件，然后他，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真什么叫大开眼界呢？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大开眼界，我真系大开眼界啊！吓，好似食饭咁样，佢有啲人俾鬼上身，佢又系叮叮咚咚出嚟啊 ！OK 咗，哦，可以回家了，走，先走。怎么会？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哇，原来有一些东西真的是科学解释不到，对对对对，真的是科学解释不到。然后我妹妹就在那边十天说了灵魂之后呢，医师傅说哎还好了，但得空再回来。那个时候我还很调皮，我就隔了一个月多，我就跟我妹说哎，我带你去做那个 script test。因为他剩下一个 task 还没有做，就是 script test， 就插那个喉进去检查他的胃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也带他去检查了这个 script test， 然后出来的报告也是没有问题。因为他跟我说他的胃胀嘛，所以我就自然想要做那个 test， 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就没有问题，然后没有问题之后呢，没有关系，我们就回去师傅那边，师傅说你不要带他再去做任何的 test 了，他妹妹是没有病的。然后师傅有跟我说，如果有什么病可以两三天拿掉一个人的生命呢？他这样子说，那我就这样子过了。但是老实说这件事情哦，其实在一个礼拜前我爸爸呢去看这个，因为我爸爸其实有一点不舒服，他就去看脑科。然后我爸爸就跟脑科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脑科跟我爸爸说我妹妹应该有精神病。因为其实我要说的就是呢，其实你要看看你是用什么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如果你是用灵异的话，很明显它就是灵异世界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你是用科学的话，那个脑科呢跟我们说，是啊，有很多这样子的，就是心里有那个 depression 的人呢，他就是看到一些东西，他就整个人觉得很脆弱，然后就是这样子会死掉的，自己觉得脆弱到死掉，也有这样子的一些 depression case 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不可以说是180%，但是这是我的亲身的一个经历，然后所有在这边分享。然后老实说，我自己身边也有一些朋友现在跟我说，他会看到那些灵体的那个的东西。对，那我也有一点点相信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经历过了嘛。然后同一个时间，其实在最近我爸爸不舒服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就是。因为他其实就是之前是在他之前一直都有不舒服，然后我才带他过来吉隆坡看医生。现在看了医生，他好了，只不过他不能回去沙巴，因为现在沙巴州的这个这个很严重啊，这个 COVID-19 对。那我的爸爸的时候是我就那我记得那天晚上，就是因为我爸爸有那个脑癣，就是他会发作，然后我爸爸有一段时间身体比较弱，然后他也会感应到一些不舒服，感应到那些一些看应该是七月份。的东西，假如说这么巧是七月份，然后同一个时间，信不信也好，我在家里的金龙鱼哈，有一次他们说金龙鱼是可以挡灾的嘛，风水鱼，然后就很神奇的在一个晚上就这样子死掉了，挣扎死掉了。哦，这样子，在我的沙巴州的家，那时候我们都有在家里这样子。然后那一个晚上是这样的，我爸爸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爸爸有脑癣，就是爸爸因为一直发作很多次，所以他很严重，他是严重到呢，他就是他我要跟他一起睡的，因为他我的姐姐跟我也跟他一起睡，要照顾他，因为怕他会发作的时候没有人照顾他的时候，他会跌倒老人家。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很累，是因为我要在他身边照顾他嘛。那就有一次晚上呢，就他就上洗手间，我姐姐就带他去，然后我们就扶他回来那个床上，上客厅睡。然后在客厅的时候，因为我爸爸习惯睡客厅，我们就陪他睡客厅。然后在客厅睡的时候，因为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回去吧，看爸爸，因为爸爸那个时候身体真的很弱。然后就打算呢给他坐下来休息的时候，然后爸爸就看着那个窗口好久的一段时间，这样子。
嗯，然后我就看到一些东西。我们说爸爸，你看什么？爸爸说有人在外面是吗？我们很自然望过去，我们就觉得没有啊。然后那个窗帘是打开的嘛，因为没有关。然后我就赶快呢，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我自己也害怕，所以我就快点去关那个窗帘，我就快点把那个窗帘拆下来盖。然后一盖那个窗帘的时候，有一只黑蝴蝶。OK。黑色的蝴蝶。我的家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蝴蝶，我很神奇。那个晚上真的是有些东西我不觉得，我不晓得你们相不相信。我相信的。我就给那个黑蝴蝶吓到，然后我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快点去那个我妈妈，我家里有拜观音，然后就在观音面前就说，因为我听人家说黑蝴蝶就是这些长辈回来就是要带走另外一个人。这样灵魂这样子动，然后我很怕爸爸离开我，然后我就快，我那时候我的眼泪是拿着那个香，我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在不要带走我，求你不要带走我很记得那一刻，我很担心。对，然后呢，一下子呢，那个蝴蝶，我就回去看那蝴蝶，它已经是粘在那个窗帘死掉了，一下子就死掉了。然后之后呢，那个金龙鱼就开始一直在那边翻挣扎。然后那个金龙鱼就去死了。然后我爸爸就。我爸爸好像完全不知道发生这件事情，他就一直在那边，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的病状比较严重，他很累，他完全不知道，他就不知道整件事情。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又怎么样去解释呢？也是一个解释不到的东西，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人的运气低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容易会看到你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但是其实如果你在科学上来说，他就说你的精神分裂，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领域的话，他就会说是这种领域事件发生。那信不信我觉得还是个人了，因为老实说好像我爸爸跟这个脑科医生说的时候，脑科医生就是会把他叫他去看这个精神科这样子。我爸爸有看精神科，其实之前他也是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带他去看精神科。然后有一些事情是真的，有些事情就不是。很像我爸爸是病倒，然后我们也有去拜拜，然后也是不好。我妈妈就问我，为什么你妹妹拜了会好，为什么爸爸拜了不好？你懂吗？有些事情是要去找医生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案子是要去有时候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你要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你要尝试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讲喺广东话啦，吓，广东话。所以其实其实真系见仁见智啦。如果即如果我问大家啦，你哋信唔信呢个世界上有呢个灵体嘅出现，或者系另一个空间？可能有啲人唔信，即系可能有啲人去遇过会信，但系问我系会信唔信咧？其实我系信嘅，啊，虽然我都系塔叔，大家嚟时讲一句，我系冇去见过啦，但系我系信嘅。不过其实。我都不知道算是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经历过，即是有时我们会住一些即酒店呢，咁其实入到去房呢，其实你会成身都毛管动。因为我试过有一次讲到这个，我拍戏，我记得我在怡宝。是。你我们那个戏啦，记不记得啊？哦，好多年前。好多年前我冚他那个戏，我第一次打男人就是打 Jacky 啦。因为我做了一个衰男人，所以被你打。我记得是香港和新加坡的一个电影，一个电影系啱。那时候我仲单身，我仲可以成日去拍戏。咁嗰部戏咧，我需要冚佢，因为系呃我。但事实上佢系冇呃我啦，系戏嚟噶嘛。喺戏入边，我真系冚佢。同埋导演叫我真系冚我，所以我为咗入戏冇办法啦，就要真系冚。所以你冚咗我之后咧，今日你就要还翻俾我，要坐喺度同我讲上我呢個節目咯。OK， 我好記得我哋去怡寶嘅時候咧，我哋住嗰個酒店咧係喺個醫院嘅隔離啫嘛，記唔記得？怡寶啊，我冇。你冇住啊嗰度？我好似冇怡寶氣氛咯。哦，我喺怡寶住嗰時候係咪 ？OK， 我好記得個好隔離。我記得我入嗰間房 check in 嘅時候咧，我開嗰個門，好凍，毛管凍啊，有時會好凍，成身麻麻痹曬嗰啲嘅。有人好似有一個好冷嘅嘢，啱啱我鏡，啱啱嗰晚咧，我就選擇攰幾攰都好揸車翻屋企瞓。哦，所以係啊，所以有時如果即係我。有時都會去一些地方咧，其實係我上次都講過嘅。其實係唔係嗰個地方唔係有冷氣或者好凍，但係點我一入到去咧，我會覺得成身
毛管洞嘅，咁我會覺得係 feel 到係有啲嘢嘅。咁我記得我上一次我都係去做嘢啦，咁我去咗個酒店，我真係我係成晚瞓唔到覺嘅。我當我想瞓著嘅時候咧，我就會 feel 到好似有啲聲啊。我會有啲聲，我就醒咗啦。我就望成間房冇嘢，我就諗，跟住就逼自己瞓，因為聽日好早我哋要開工做嘢。我慘啊慘啊，三點幾四點啊，逼自己瞓。我差唔多係瞓著咗嘅時候咧，我就會聽到好似出邊有啲聲喺我房入邊，我就扎醒咗，我就望。是咁樣持續，有我瞓覺嘅時候有啲聲，我瞓有啲聲，直至到天光，我真係冇瞓過覺。而且第二日咧，我係做成日開工拍嘢成日嘅。咁其實我預咗咧係住嗰度兩晚嘅，因為頭一日我去住，因為第二日好朝早就要拍嘢嘛，所以我就早一日去嗰度休息嘛。咁第二日拍完咗咧，拍到夜晚咧，我諗住住多一晚，瞓醒第三日先走嘅。但係結果咧，因為第一晚我已經瞓唔到啦，第二晚嘅時候咧，我一做完嘢，其實我好攰好攰，但我都寧願揸車翻屋企，因為我已經對嗰個地方咧，我已經係好唔舒服嘅感覺啊，所以我走咗。所以其實信唔信係大家自己去選擇啦。咁其實見仁見智啦，信唔信嗬？咁有啲人我真係唔信呢啲嘢，咁其實係我係信嘅，我係信呢啲。不如我哋做俾啲觀眾係 answer 下啦。呢度有500多人，信嘅話寫信，唔信嘅話寫唔信。咁我哋想知道咧其實你哋對我哋所講嘅嘢咧，你係信唔信嘅？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係由唔信到相信，咁係啦。咁我自己都有我雖然 touch 我係冇經歷過，但係我有感覺過。好似開門嗰時候啊，我都有聽到好多身邊嘅朋友啊，咁啊，我都有見過人哋鬼上身無端端。我呢樣嘢，我都上次有。如果大家有睇我上一次嘅一個節目，我都有講過，我真係睇到，真係上身，靈體上身，係一個馬拉同胞，一個女同胞，係真係上佢身咯，即係我因為嗰陣時我都係住酒店。咁我一開門咧出嚟咧就係一個，因為我住嗰個賓館嚟嘅，咁啊一開門咧就係一個 lobby 嘅。嗰日我講過嘅，即係我係喺房度聽到出邊好嘈，一個女仔喺度嗌，佢嗌嗰只唔係我哋普通嘅，係嗰只好歇斯底里嗰只咯，即係嗰種嘅。咁我嘈醒我就開門，一開門睇到咧係幾個大漢咧係撳住佢嘅。咁我嗰個女仔咧就好似你咁啦，長頭髮啦，跟住咧但係佢嗰陣時咧係披手髮，披頭散髮，係啦。係啦，係啦，真係好恐怖嘅嗰陣時，係啦，所以披頭散髮幾個大汗，哇！真係好驚，我睇到你。我幫我俾你入氣啲啊嘛，快啲嚟啦！哇！跟住即係幾個撳住佢，佢又喺度即係佢要扯甩佢哋咯，即係佢唔愛俾你哋撳咯。跟住咧，佢又喺度啊呀，即係好大聲嗰只嘅。咁佢前邊有一個法師，一個布摩，又係啦，就係叫佢講。我唔記得佢講咩，我就記得佢就係講你要不結不結不結，即係叫嗰、那個請嗰個靈體走，咁樣一個事情。咁其實即係你如果你當日你喺嗰個環境，你真係好驚嘅。所以我都係嗰個我自己睇過嘅。所以信唔信我就唔知大家啦。其實好多人都講信嘅，其實好多人都講信嘅，我信㗎。真係解釋唔到㗎。我信㗎，所以我咁科學嘅人啊，我都信啊。我覺得係有啲嘢真係解釋唔到㗎。哇，其實而家呢度咧係全部講信㗎喎。暫時係100%係信咯。所以阿 Randy 都講我信㗎，所以我都會買啲玉佩。大保平安，系啊，都好多谢啊 ，Randy 啊，系嗰啲讲下啲打下广告先，多谢大唔系诶有 support 买我哋嘅玉树临风嘅玉啊，打下广告先。我要讲嘅系咧，其实我觉得无论你身边嘅朋友信或者系唔信都好，好似我咁样啦，我唔信噶嘛。咁如果真系冇有啲嘢解释唔到嘅话咧，我觉得你冇路行嗰阵，你都可以系啱呢样嘢，我真嘅赞同嘅。如果你觉得好多啲科學嘅嘢，或者即係醫生解釋唔到啊，或者講點解 check 嚟 check 去都唔知發生咩問題，咁你可以即係嘗試下唔同嘅途徑去啊，唔同嘅方式去。
去睇下會唔會幫到屋企人啊，或者乜嘢？係啊，因為我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個故事啦。呢個係我嘅身邊一個 model 嘅朋友嚟嘅。咁我呢個佢唔係同人嚟嘅，佢係印啊 mix 嘅 ，Malay mix Indian。咁呢個我呢個朋友咧，佢嘅阿哥，佢呢個係 model 嚟嘅，好靚嘅個 model。OK。之後咧，佢嘅哥咧，其實都好後生嘅，20-30 early 30, 30 歲，大概20-30，31歲咁，30歲咁樣啦，好靚仔，我見過佢一次啫。咁有一次咧，我就即係男仔嚟嘅。model， 唔係佢嘅妹係 model， 佢嘅哥咧其實係一個大學生，好似做生意嘅 businessman 嚟嘅，28-29歲咁樣。佢做有一次咧，我見到佢嘅時候，佢同我講，佢沙丁呢，佢講佢哥過身，我就嚇到，我就問佢咩事啊？我諗住係意外嘛，或者係病啊，或者咩？ Okay， 但係佢同我講佢哥自殺死嘅。咁嗰陣時候我就嚇到，喂啊阿美。隔了一段時間，我跟他有一次一起做事的時候，我就問他，其實你哥哥為什麼會自殺死呢？他是不是有什麼壓力啊，或者什麼？他妹就說沒有，他的生活是 fantastic 的。他剛剛讀完大學回來，有了個女朋友，準備要結婚的。但是呢，在這個時候呢，他做有一段時間，他跟他妹一起，他跟他妹很 close 的，他跟他家人住的很 close 的。有一段時間呢，他就經常跟他妹說，他聞到很多香味，一直問他妹有沒有聞到香味。然後有時候呢，他會覺得，外面的草場啊，有很香的味道啊，之後跟他妹說。之後呢，他就說了很多很多次，到嚴重一點的時候，他經常跟他妹說呢，他有聽到一些聲音，是不是很香啊？其實有一件事我想說，如果當你們去一些地方，或者是有些廢墟，或者是森林，或者什麼，如果你們去到那個地方，你聞到香味的話，我就希望 我可以跟大家說，你們不要再聞它，你們立即離開那個地方，是會有事的。OK， 你聽我講，未講完啊呢、這個。所以我怕我忘記了，我想跟大家說，如果你真的去一個地方，當然啦，如果是人家查香水那些就唔緊要，但如果你無端端去一個空屋或者係一個廢墟，即刻問下你身邊有冇香味、一個地方，可能你行到一個地方，咦？做咩呢條有個香味嘅？你就唔好留戀喺度，你就唔好喺度。同埋咧，你就要即刻離開嗰個地方。佢妹即係個香味就係 signal 俾你知道嗰度係有嘢咗嘅。佢要同你溝通咗嘅。同埋佢哋講咧，如果香嘅話咧，通常係女性。I don't know lah. That is what they say lah. That those people who 佢哋講乜啦，我唔知道。問題係咧，佢做廣告味道係好香，好香嘅。同埋之後咧，佢做做到嚴重啲嘅時候，講聽到啲聲。係。有冇聽到啲聲？問佢妹，佢妹做講佢冇嘢。阿咩咧？佢哋做冇理佢咯，諗住佢冇嘢嘛，因為佢都好開心，又大學生，又有自己嘅生意，又做結婚。係。咁有一日朝頭早，佢媽咪瞓醒嘅時候，佢哋屋企一齊住，佢哥吊頸死咗喺個廁所。咁之後其實喺中間佢哋有去睇心理醫生嘅，心理醫生就講佢係有憂鬱症，但係佢妹就講佢解釋唔到點解佢會有憂鬱症，因為佢根本都冇壓力，佢公司又冇壓力，佢自己嘅生意又做得好好，佢要有 prepare 要結婚，淨係講佢聞到香味，又講佢聽到啲聲之後咧，佢又冇諗，冇人 expect 到佢，冇人諗到佢會自殺嘅，但係偏偏有一日朝頭早開門嘅時候見到佢喺廁所就咁樣吊頸走咗。所以呢件事咧，如果你用科學嘅情睇先唔到。冇，佢哋 psychiatrist 咧，嗰啲精神科就會講佢哥有精神病，精神病之後有憂鬱症。嗯。但係點解有憂鬱症咧？佢哋就會挖你細嗰個時候啊，或者你曾經跌倒啊嗰啲嚟講翻噶嘛，通常係咁樣噶嘛。所以如果你用一個即係講靈異事件嘅另一個睇法，好明顯好多人就會覺得佢係一個。見到啲或者有人要帶走嘅嘢，因為其實我喺度想同大家觀眾講聲，其實你信唔信呢一個前世今生嘅嘢啦？其實 Amber 你信唔信有前世今生嘅嘢？其實我相信嘅，因為我相信因果嘅。我自己本身咧由細到大，因為我曾經我細嘅時候，我屋企人係佛教，我養父養母都係佛教啊嘛，所以我自己好相信有因必有果。咁你今世所做嘅嘢咧，會影響到。雖然今世冇得到呢個因報，咁可能你下一世會得到。係嗱，我曾經我睇過一個網絡一個新聞啦，其實係。在很久很久幾十年前有一個演員很出名的在香港、
咁咧就係、是、佢、就因為佢有病啦，應該係有一個癌症，就醫極都醫唔好。咁、其實咧，佢哋都有即係佢身邊嘅人啦，都去問啲師傅啦。其實即用盡好多方法都唔醫唔好，好似你話齋，即係醫生嗰度都話救唔到啦，救唔到啦，即係好多嘢。如果啲嘢救唔到啊，醫生淨係會。OK， 我同你講，我嗰日我正話同你講咗嘛，我嘅朋友帶我去播摩嗰、那個，佢講佢爸爸係咁樣過身嘅。係。咁佢爸爸嘅係點樣嘅咧？佢係入醫院，醫生醫唔到，之後就入 ICU 之後咧，隔咗幾日咧，就講佢 virus infection 死咗。OK。咁樣咯，佢哋係咁樣解釋嘅啫，醫生，因為解釋唔到。係，所以我哋唔敢講係。即係可能有啲病症我唔知啦，可能係真係醫生佢哋都解釋唔到啦，或者係通常解釋唔到就係講，就係講可能憂鬱症或者係 very 係嘛，細菌感染。即係我哋都唔會講啊，醫生佢哋係錯或者咩啦。咁佢真係講，因為佢講嗰個幾頭先嗰個 case 咧，因為幾十年咗㗎啦，即係講嗰個醫生講。即係救唔到啦，即係個癌症，咁就佢身邊嘅朋友咧，即係嗰啲親人咧，就冇辦法之下咧，就去揾師傅去睇咯，點樣會救咯？咁、師傅講咧，就係、是、因為嗰個師傅係講前世今生嘅。咁、師傅佢 check 到咧，呢個男演員咧，係佢嘅前世咧，係喺大廈，即、就、係、是、building 啊，喺天台嗰度咧。佢係擁佢老婆落去死嘅，即擁佢老婆啊，擁佢老婆落大廈跌落去死嘅。所以講咧，今世咧，即係所以前世作嘅業咧，今世佢要還。所以咧，隔咗冇幾耐咧，佢哋睇新聞咧，呢個男演員咧就喺一個大廈嘅六樓跳樓自殺，真係死咗，過咗身。咁呢個係真事嚟嘅，咁但係點解佢跳樓咧？就係因為佢有呢個癌症啦，一路折磨佢好辛苦，所以佢揀咗個大廈跳落去。呢個係真事。咁、但係至於佢哋講check 到佢嘅前世係因為佢擁佢老婆落樓，咁今世佢要還佢自己跳落去。係呢樣嘢我就唔知真定假啦。不過就係、是。前世今生嘅嘢，我哋就唔知道係咪有咁嘅嘢。你前世作，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講，話譬如講我講，哇！我真係今年真係好衰運咯，咩都發生喺我身上。咁可能啲朋友講，誒、哎、你梗係前世做好多壞事啦，所以今世你咪要還咯，係咪先？咁有啲人講，哇！你今世哇你大富大貴，好多好運都喺你身上出現喎。咁你講啊，梗係啦，我前世做咗好多善事。咁啊，今世我咪會大富大貴咯。但係我唔係師傅啦，所以你講問我前世今生，我都唔係好熟。咁你問我信唔信，或者大家信唔信咧？其實我想講，無論信唔信都好 ，OK。總之我哋今世咧冇做壞事，做多啲善事，積多啲積多啲呢個功德嚇、做多啲好事，就唔好去爭人。總之你做好多啲好事咧，你命咧，我相信都會長命啲，同埋咧，你會有好多好運咧，一定會降臨喺你身上。所以記得大家，前世今生我哋冇理，你今世你做多啲好事就得噶啦。係、啊，其實呢度好多人都講，我相信前世今生。其實我係一個相信因果嘅，我覺得你做每一件事咧有因必有果，之後咧好人有好報，壞人有壞報。雖然可能未報到，但係可能會留喺下一世咯。就好似啱話講嗰個例子咁樣。但我要講嘅係係咯，有啲嘢只可信其有，不可信其冇。因為有啲嘢真係解釋唔到嘅喎。係。同埋可能有時候我哋有時候都會咁樣嘅。我屋企人就比較傳統啲，有時候佢就講呢個人前今做咩佢出世做可能比較慘啲，可能出世做會係一個殘廢，OK， 或者出世智障啊啲咩問題啊，即可能我哋會講係前世嘅問題。Yeah, 所以我都講無論點樣都好，我哋做好自己，
做多啲善事，積多啲，俾自己積多啲福嚇，做多啲功德咁樣樣咯。人除咗會開心啲，同埋咧都會幫到你做嘢順利啲㗎。係啊，所以我哋其實今日咧喺度都係我哋喺度分享嘅，其實因為靈異事件，所以係啦，所以我想同大家講咧，同啲觀眾講咧，冇信我。係啦，即係係啦，所以如果我因為講真，我哋都唔係。都唔係師傅嚇，咁啊，醫生，係啊 ，Amber 都係講翻佢自己嘅妹嘅親身經歷，咁我都唔係啲咩師傅，我都唔係好嚇，所以我都係將自己我哋嘅經驗或者係我哋知道嘅嘢就同大家分享。咁至於嗰個可信度有幾高咧，就即係大家自己去衡量，自己去分析啦。咁我唔係講一定係我講嘅嘢係啱嘅，但係我據我所知，我自己嘅呢個見解咧，我嘅分析係咁嘅樣。所以好似話好有一樣嘢就由另一個 case 想同大家分享嘅。咁我都係我知道我翻查到啲資料咧，就係話其實人咧，當佢嚟佢當佢過多身嘅嗰陣啦，或者係喺醫院嗰個牀，一離開咗呢個世界上嘅時候咧，即個佢嘅靈魂咪會出嚟咯，離開佢嘅軀體嘛。咁其實呢個靈魂一離開佢軀體咧，其實唔係有啲咧就唔係即刻俾嗰啲所謂嘅鬼差帶走嘅，有啲咧佢仲留喺佢嘅軀體嘅身邊嘅。咁我聽講呢啲咁嘅嘢咧係。最長的時間，他哋會逗留在他自己的軀體嗰度咧，即係佢離開了但係可能他係喺佢嘅軀體嘅旁邊啊、四周圍咁樣，佢會逗留最長都係有啲會逗留到12個小時嘅。但係點解佢哋唔走呢？係因為他哋根本冇辦法相信他哋已經離開了呢個世界，所以他哋就唔敢相信，佢唔相信佢已經係離開了，直至到。佢嘅屋企人幫佢設一個靈堂，幫佢點咗個第一支嘅白色嘅蠟燭嘅時候咧，佢先知道原來我唔係我啦，原來佢已經真係離開咗呢個世界。咁有啲咧係點解佢可能佢已經知道佢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即係離開咗呢個軀體，但係佢仍然唔想走咧，因為佢要等到佢屋企人。嚟咗之後，知道佢已經係過咗身啦，佢先至安心咁樣上路。因為佢放唔低，佢覺得好多嘢佢仲未去解決咗佢嘅嘢，所以佢要等佢有啲等到佢屋企人或者係幫佢了結咗佢嘅心願，佢先離開。所以佢哋最長咧有啲靈魂留喺佢哋軀體嘅四周圍咧。是會長達最耐係12個小時。嗱，呢個我都係翻查資料聽翻嚟，我唔知嗰個真實嘅可信度有幾高啦嚇。我都係同大家分享嘅啫，所以嚇就咁樣嘢。我相信嘅，咁呢個世界上係有靈魂嘅。如果唔係，我哋七月份嗰時候，我哋拜拜嗰啲全部都係靈魂嚟嘅。咁我相信，我自己本身係相信啦，但係可能有啲人講，如果你係醫生嘅話，可能你分分鐘講話係有精神病或者 depression。係，不過我要講嘅就係咧，其實有啲嘢我正話所分享嘅係因為我見過，我相信，但係我自己都有睇過，有啲人有咁樣嘅幻想，但係俾醫生醫好嘅。咁佢真係幻想出嚟嘅有啲嘢，係真係有啲係真係自己嘅嗰個幻想嘅幻覺。但係有一樣嘢我你哋可以試啊，不過我跟如果你真係試到嘅話，你哋會好驚。即係佢哋咧有啲咧，佢哋講啊，如果你喺房又好啊，或者酒店又好啦，即係你攞個手機就唔愛開 flash 啊。如果冇記錯，你影相，你分分鐘可能會影到嘢嘅。哇！你哋敢唔敢做啊？不如我哋一齊試下咧。如果你走即係嗰啲暗嘅地方啦，或者你係你嘅房入邊，不過如果但係你會唔會自己嚇自己？但係如果自己嘅房，我就叫你，我就建議大家唔好做啦，因為你睇到如果真係有嘢嘅話咧，你就真係唔敢瞓啦。你可能酒店你睇到，如果真係有嘢咧，你可以換房。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你反而去諗嘅時候，你有時候會自己嚇到自己。真係我。一個朋友攝影師嚟嘅，佢叫做我唔係講名啦，即係攝影師嚟嘅。佢真係睇到佢嘅房入邊。其實我唔佢係一路，因為佢有一個手機咧，我哋一個手機咧係
你唔知咩 function， 你撳咧佢就自動會影嘅，就會影相嘅。你唔需要撳嗰個相機嘅掣。咁你喺房度夜晚瞓覺，咁佢就去撳咯，喺撳一個相係佢，因為佢佢嘅女，即係有一個 B B 床咁樣，佢就去撳嗰個相 B B 床嗰度撳。喺度玩手機嘛，睇下，咦，我唔撳嗰個手機嘅掣係咪可以影相咧？就係、是、夜晚去撳，係冇係一佢如果冇撳都冇事，一撳係咪？佢睇到嗰張相，又多咗一個細路女喺嗰度，睇到樣噶，睇到樣，哦、到又俾佢又俾我哋睇，佢又俾我哋。其實我唔知道，但係等我哋就。嗰張相佢我唔知道有冇 delete， 我唔知啦。但係咧嗰啲牀啊，嗰啲 B B 牀嗰啲全部咧都唔愛咗啦，即係真係叫佢建議攞走佢，因為嗰個另一個 B B 嘅相係一個女仔一個細路女喺佢嘅房間嗰度，喺個 B B 牀嘅旁邊啫，呢個係真事嚟嘅。所以個 B B 牀係掉咗，掉咗。有機會我哋會請佢翻嚟。會跟大家分享嗰張相，我都想睇嗰張相。佢個身邊，佢自己經歷過好多，因為佢係攝影師，佢哋成日去嗰啲森巴啊、森林啊、廢墟嘅地方，攝影機嘛，你一撳睇落去係咪？其實你根本睇下擺住個機，哦，個望到可能森林冇嘢嘅，一睇嗰個即係嗰個機翻打，你一望你個翻打，咦？你望你睇到個鏡頭係嘛？好似有嘢望上嚟。冇嘢喎，再睇落去有嘢喎。但係我想分享嘅就係、是、咧，其實我身邊有一兩個咁嘅朋友嘅，佢哋同我講佢哋見到嘅，但係我唔知道係真定假。但係我相信佢哋應該冇原因要呃我啦。佢哋會同我講到好似，我哋係我細到大我都睇到嘅，睇到咁。係。有啲人係睇到，因為佢哋講佢哋嘅。嗰、那個運氣就比較低，係你低啲嘅時候，你通常命硬啊，咁佢哋做有陰陽眼睇到嘅喎，所以佢當佢同我講睇到嘅時候，我講你唔驚，佢講以前咧，佢哋已經係慣咗，開始嘅時候會驚，嚇開始嘅時候可能佢第一次見到佢會驚，但係唔知係咪？如果你每一次都見到佢哋，都係覺得係對佢嚟講係已經係慣咗，冇咩問題，因為其實有時咧即係講靈體啦，佢哋有佢哋嘅另一個空間，其實。他哋都唔會去點樣去講話去害我哋嘅嚇，即係有啲都係佢自己嘅空間，我哋係自己的空間。可能我哋講真的，可能後邊都會有我哋都唔知道，可能會有我哋都唔知道。但係佢有佢自己的空間，佢即係佢有佢嘅生活，我哋有我哋嘅生活嘅啫。你嚇、啊、你又唔好去煩。可能你隔離有你都唔知道。係啊，唔知嘅。Okay, 我要講的是其實有些東西我覺得是不你知不知道好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要別人的尊敬的所以有時候我發覺到、其實 just respect each other 尊敬大家尊敬你尊敬他對對因為、是的有其實有些東西真的解釋不到的好像、撞鋼頭啊、我有試過有一個讀者跟我說他、做幫一個女人做、叫做咩 lifting 我同嗰個 doctor 傾偈嘛，佢講我個問佢有冇做過有好奇怪嘅嘢，佢講佢有幫人哋做嗰個叫做咩拉線啊 ，so 咧做無端端咧嗰個女人做佢嘅面好痛，咁佢做去幫佢 check 嗰個線 ，check 嘅時候佢掹到七支needle針啊，針 ，OK， 針出來，即係俾人落咗鋼頭嗰啲，對，然後他就很奇怪，这个是解释不到的。你的脸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支针？他自己不知道吗？他自己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他就以为是他两年前做那个，拉那个线的时候弄到的。哦。然后医生就说，我们完全在整个过程只是就是用没有用过针，可是里面有这么粗的这个针，解释没有理由，他自己不知道吧？他自己不知道，他也不会觉得感觉到很痛啊？是什么？他的脸有一点点痛跟肿。OK， 然后这个他他当他知道他的脸上有很多针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起，哎，可能这一两年或者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吗？没有那个，然后那我问一下医生，那解释不到你们怎么样？他就说那个太太知道，他说他是他的
老公的另外一半去放他的那个降头这样子的东西，他们说有双数跟单数的，我其实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不是发生在我的朋友身上，是我听一个医生说的，所以这个医生他跟我说他相信这些东西是因为他自己有体验过，因为他就很奇怪可以在一个人的脸上拿出过七支还是九支这么长这么大的针，解释不到，而且他怎么样进去呢，他说他也不能解释，有些东西就是，所以是很恐怖的，解释不到、很恐怖，所以然后你知道他们有试过啊，就是从鸡蛋里面然后就做一些魔法，然后又有那个什么针在里那个鸡蛋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我有看过，所以有些就是解释不到的，他们那种降头他们就做一个很像一个解降的东西，然后在那个鸡蛋里面就出现了针这样子，我有看过一个师傅有跟我解释过这样子的东西、这些也是解释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也是属于一种灵异的另外一个阶段，因为灵异就是有推了你们所谓的这种灵魂、那还有这些将，然后还有小鬼、然后还有很多的很多的，所以都是那句啦，信不信又由大家啦，信不信由你。咁其实呢，我有时呢没有关系，我们这个节目是很随心的，我们有时候会讲华语，我们有时候会讲广东话了哈。大家都会有在听我们说，可以了。我们现在9点超时了，他们还是有760多个人在看，对，所以很好。所以我想讲一个其实这个我因为我们只是在做一个真心分享。对对对，我们只是分享了，所以我有一次呢，我其实有时呢我夜晚睡不到觉呢，我都会看一些Live 嗰啲台灣嗰啲節目嘅、即係佢哋嗰啲探靈啊，佢哋嗰啲去廢墟探靈嘅，其實都有時都幾恐怖下。我有時睇下，我都會好驚下嘅。咁我睇過一次咧，我覺得都幾恐怖嘅。嗰、那個咧探靈者啦，即係佢嗰啲廢墟地方咧，睇下嗰啲即係有冇咁有冇啲靈體出現啦。佢一個人啫、我覺得呢條友真係好大膽。好有膽識一個人去探靈，咁通常佢哋入到嗰啲廢屋咧，佢哋就會佢哋由廳開始啦，行攞住個手電筒照，跟住佢哋通常都講派蛇啊，我是嚟派東西啊，派蛇，通常都會這樣子講。咁咧佢就去房，第一間房，第二間房冇嘢，其實都好刺激下嘅。咁啊上到樓上係有一間房，佢入到去咧，我自己都睇到啦，佢有一張台，佢嗰張台咧係當然台有四隻腳噶嘛，佢嘅台咧係四腳朝天嘅，即係反轉嘅。咁啊反轉咧，即係個台係咁樣，個腳喺上邊嘛，四個嘛。咁呢個中間佢咪空嘅咯，佢有一把遮，有一把遮係開住嘅。咁如果冇記錯，應該係青色嗰把遮。咁佢就行近去照嗰把遮。你講呢把遮都幾新淨嚇，我唔知係會唔會有人留低咧。咁當然佢冇去掂啦，佢都唔敢去掂。OK 啦，跟住就睇下就冇理咯。佢就落翻去樓下再睇其他嘢，冇乜嘢啦。咁通常咧，佢哋呢個探靈嘅咧，佢哋即係差唔多佢哋走嘅時候嘅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咧，佢哋去揾一個地方咧，佢哋會坐喺嗰度嘅，即係擺個機，擺自己嘅機喺前邊。拍住自己坐喺度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嘅，即係佢會睇下有冇啲嘢發生喺身上。我睇過。OK， 咁佢嗰陣時咧，我睇過，我就喺度注意睇咯，我就睇下會唔會有咩發生喺身上。咁佢坐喺嗰度咧，後邊咧就係出邊嚟嘅，出邊嚟嘅係樹林嚟嘅。咁我喺度睇咯，我睇下，砰！有一個嘢飛落嚟，佢梗係嚇到啦，佢即刻望。其實你知咩冇？其實你知係乜嘢飛落嚟冇？是那把遮，但是楼上那把遮，但那把遮飞下来呢，它是关住的，它不是开住，因为我们楼上不是我了，它楼上是开住的嘛。如果我在想会不会是风吹呢，但是那时候我看过 video 呢，我看过 live， 那些树叶都没有很大风，那个就算我当是大风了，那个遮飞下来呢应该是开住的嘛，但是它是关住的，它是关住整把遮跌下来。所以其實我睇嘅時候我都覺得，但係我心裏諗啦，會唔會上邊有啲人整蠱佢，掉落嚟嘅？我唔知道，或者係佢哋想製造一個氣氛嚟令大家去驚，所以佢哋製造呢一個氣氛出嚟嘅，都有可能，我唔知道。但係咧，
我只是想說呢，其實我自己看的時候我都會嚇到，我不知道真還是假，我不知道他們自己做出來的這個效果一定是真的。其實我都看到的時候我都有些毛管動的，尤其是我是在夜晚睡覺臨睡覺的時候呢，關了些燈 在自己的房間看，其實都很刺激的。是啊，其實有些東西是解釋不到的，好像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呢，其實吉隆坡都有幾個地方是比較出名是有不乾淨的，其中一個我很記得是一個叫做跟我同名的 Amber Court 在那個雲頂半山，半山是吧，半山真的沒人，如果你說一家人搬出來我都 OK，十家人搬出嚟，我都覺得 10% 都 OK。其實我係喎，係全部人都搬走喎。點解咧？解釋唔到嘅喎。有人好多人去嗰度做去試。想唔想去睇下我哋？啊！我驚咗。我有見到有幾個就係嗰啲網上嘅人，有 YouTuber 佢哋喺嗰度拍嘢。不怕，我們找師傅陪你了。好害怕。我不入的，我在外面操控而已。但是其實有些東西你看看， 你覺得啦，有哪個人呢？你們想不想，如果你想千萬不要說，如果你想不去你就打走你，你有 comment 在這裡說想千萬不要說，我好害怕。因為呢 我有一次呢，我就住在他的下低那裡有一個有另外一個 resort 個酒店，咁佢哋我就見到嗰度一座嘢，做咩咁舊咁爛？即係佢哋就同我講呢間好紅㗎，好紅㗎，總鬼啊，全部人搬曬，佢全部人搬走曬。佢講係啊，所以我喺度講一啲嘢解釋唔到。如果你講有十八先嘅人搬走，我就講有十八先嘅人有精神病啫，唔係喎，依家100%嘅人有逼精神病，你點解釋咧？依家剩低嗰啲外勞喺嗰度住啊嘛，外勞因為窮到唔驚鬼啊，係咪？其實唔好講啊，而家係咪？你有冇聽過個地方先？有。你有冇去過啊？冇。你哋邊個想要 Jacky 去探險嘅話咧，就幫 Jacky 上咁樣啊！一次佢冇咁樣啊！你哋邊個想 Amber 同埋 Jacky 去？幾個人喺度諗想啊？冇。好彩，我哋嘅林永成你是最好的，你是只有一個想不想的。對，我們對，謝謝你，你講你們千万要 comment 是不想啊，不要你们想只是 OK。如果你们想 Amber 家没有我哈 Amber 家上去的话，你们就写想啊，想 Amber 家。你们要 Jacky 上比较好看。我跟你说，因为我自己真的是亲身体验过，所以我是相信的。没有，那我自己当我相信之后，我就会害怕。老师，但是我觉得这样嘢咧就我都想希望跟大家讲咧，就唔好话觉得自己好胆大啦，去嗰啲地方啦，想威俾人睇。其实咧也要尊敬啊。系，其实呢啲嘢咧就系唔好贸然咁样去嘅，即系你即系请教下师傅或者系睇啲咩情况，就唔好觉得系我想威俾大家睇，我想去，其实分分钟真系。講得冇聽真係賴嘢嘅，就大家自己要小心啲啦。因為我覺得咁，如果你去嗰度啦，你都要尊敬嘅，因為我覺得每一個，無論你係乜嘢都好，你都需要有一個人去尊敬嘅。係啊，所以我哋都成日有時住酒店，我哋都會同大家打個招呼先，一齊去啦，我哋兩個。一起去 ，and then 呢个五千蚊讲 Jacky and Amber go together，let's go，你哋好毒啊，你哋，人哋系女仔，哇，你唔好睇 Amber， 女仔 Amber 仲大胆过我噶，但系其实除咗嗰个地方都有啲地方，但系我曾经都系听过喺嗰度啦，系嗰度好好多故事下嘅，好多人。其实我哋唔系讲边度啦，其实山上边真系唔系净止嗰度，都好多地方都好多故事噶啦。我哋就唔好讲边度啦吓。咁有啲地方都好奇怪噶喎，系真系特别多故事噶。其实都唔系总之，都唔系净系净止讲我哋讲所谓嗰个山嗰度嘅地方啦，仲有啲陌生啊，都有好多古仔嘅。有古仔我都听过，我都听过好多，好似嗰啲咩金咩山嗰只咧。唔係咩金咩輪嗰只啦，我就唔講全名啦，係啊，都有啲。我打算帶我屋企人去揾。咁 OK 嘅，冇問題嘅，就睇唔睇咩嘢，邊一個區，邊一個區或者邊一啲酒店。其實有，其實如果 OK， 正話阿 Jacky 俾咗少少 tips 啦，咁你想知道係乾淨唔乾淨嘅？我自己感覺到聞到味道係第一個啦。係我所以我講，如果係你去嗰個地方，你突然間點知呢度有一個香味嘅，咁就大家要注意一下啦。
真係因為冇可能嗰度有好香味，咁無端端有好香嘅味咧，咁你就要注意。咁我嗰日都上一次我都講咗啊，我再講多一次，即係通常我入酒店咧，我會四個動作嘅。第一個我會敲個門先啦。但係我個朋友講係咪個香味係唔會離開佢個嘅喎？咁樣點樣啊？唔可以跟住佢嘅話，唔可以離開咩？唔可以離開。我個朋友，我同你講，我朋友自殺嘅，佢哥自殺嗰次咧，佢嗰個香味一直跟住佢個嘅喎。跟住有歌啊，咁樣要問一問師傅，我真係唔清楚。所以如果你一直聞到個香味嘅話，你就要去揾師傅啦。係，所以係啦，或者係你跟住去嗰個地方，即係冇你，即係可能係你唔會 feel， 即係你聞到個香味啊，你唔會覺得誒冇可能呢度啊冇，我哋冇噴香水又冇咩，但係嗰啲係可能係廢墟，又唔係嗰啲酒店啊咩，點解又會？突然間會聞到啲香味係真係，呢個係第一個小 tips。係啦，第二個小 tips 咧就係正如我所講嘅，你一開酒店嘅門，唔係你就未開始前要敲下先嘅。但以前我冇咁嘅文化，依家我有啦。以前我冇嘅，依家我有，我驚咗嘛。上一次經歷過咗之後，咁你一開咩門都好啦，你無端感覺到有一陣好凍好凍嘅風，係好辛苦，即係骨嗰啲咧感覺。係啦，咁你最好就換房。係啦 ，reception 講咧要換房，呢個係我嘅小 tip。係啦，或者係你可能你開個門，你開嗰個你去入去嗰個房嘅時候，你會成身麻痹。呢樣嘢就要小心啦。第三就係嗰啲你自己感覺到唔舒服嘅地方，你就冇去啦。因為有啲地方真係一睇落去，你就覺得好似我哋嘅背景咁樣，之後你就會感覺到，我又要將個頭髮放落嚟啦。你就會感覺到有少少恐懼。我真係俾你嚇到啊！我好認真咁樣想嚇你哋，點知俾你嚇到 ？OK， 所以 OK， 所以我講翻頭先我四個動作啦，頭先未講完就係我之前都有講噶，我即係唔緊要，我再重複一次啦。即係第一個我會做嘅就係去酒店住咧，第一我敲下門先啦，撳下門鐘啦。第二個我開門咗之後咧，我會拉曬啲窗簾布啦。如果日頭嘅，我會拉曬啲窗簾布，俾嗰啲陽光透射入嚟啦。咁如果夜晚，我會開曬成間房嘅燈先啦。跟住第三樣嘢，我當然就會同大家打，即係同啲兄弟姊妹打個招呼先啦。即係講要心裏邊喺度諗，我過嚟係過嚟住幾啊咁樣浸住幾啊，即係我喺度開工咁啊，大家有咩得罪就係咪啲咁嘅嘢先啦，同佢打下招呼先啦，尊敬係啦，尊敬啦，同佢哋打聲招呼啦，無論有定冇都好啦，即係一個意思啦。第四個動作我就會入去廁所，我要睇下廁所嘅地下有冇一灘水啦。有冇灘水？一灘水即係個地方，即係廁所嘅地下有冇一啲可能係某一個位、某一個角位入邊有一灘水啊，一個水喺度嘅。咁如果係咁嘅樣，有一灘水咧，我通常我都會換房或者我會小心啲嘅啦，因為呢個係師傅同我講嘅。師傅同我講，係點樣？咩事啊？咩事啊？冇線咗，斷咗啦。咩問題？是咪斷線啊？我哋 OK 嚇，冇冇嘢係咪？我哋話你，我哋講到一半嘅時候，好似你哋冇嚇我，有啲乜嘢咁嘅樣喎？最刺激嗰時候喎，係咯？點樣？咩問題而家？嚇？即係繼續唔繼續？你哋冇嚇我啦，我好膽細噶。做下佢哋俾啲反應我哋，咁究竟係咩問題咧？咩問題咧？喂，哦 ，OK， 我哋嘅 view 仲係咪講得太恐怖，無端端跌咗啊？阿嘉琪講到，好，咁即係冇你講埋嗰桶水先啦，好唔好啊？係啊，係啊，係啊，OK， so 就係頭先講咗係嗰個即係一灘水咯，一灘水咧其實係即係師傅同我講嘅，即係講如果你見到酒店咧廁所嚟一灘水咧，咁就要小心啦。即係可能你就最好就換房啦。咁至於係嗰灘水係代表咩咧，就係、是、代表嗰個間房有啲嘢啦。但係係點樣會一灘水會代表我就唔記得咗。所以咁嘅嘢咯，但係當然啦，如果嗰個廁所係成地都係濕曬嘅，咁啊可能係因為佢哋之前嗰啲即係嗰啲工作人員去幫你清理嘅廁所嘅時候，一灘水即係講攞一個，即係可能係少少嘅一灘水咯，佢唔係成地都係濕曬嘅。
佢可能係一桶水裝住，有唔係水，唔係桶裝住嘅，即係地下就可能即係你倒水落去嘅一笪水喺嗰度咯，咁就要小心啊啲咁嘅嘢。請問你冇嚇我底心丁嘅 studio， 唔要俾你嚇到我毛管都紅。唔係我哋因為做下唔係啊，咁佢哋好似冇啲嘢啊，冇嘢喺度啊，冇事係嘛？冇，我哋當唔緊要啦，我哋當誒，唔係當然我哋有時講呢啲咁嘅嘢咧，都會吸引好多啲咁樣嘅。Jacky， 你話佢第一晚呢兩個做咩啫？所以誒，冇所謂，冇所謂。誒，呢啲嘢就係我都講啦，我哋。大家我哋尊重佢，佢哋都會尊重我哋。係啦，尊敬咯。其實我哋今日咧，純粹係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我哋嘅經歷。係啦。咁信唔信由你，但係有啲嘢我覺得只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係啦。同埋咧有啲嘢真係解釋唔到㗎。係。咁我自己本身就覺得我係一個 free thinker 嚟嘅，所以我尊敬所有嘅宗教，我都尊敬所有嘅信每一個人嘅睇法。係啦。咁好似我正話講啦，有啲時候有啲醫生都可以醫好。咁樣嘅病嘅都唔一定嘅，但係有啲就醫唔好，所以有啲係計算唔到嘅，係個人咁樣嘅。OK。咁啊，今日嘅我哋嘅好啦，唔經唔覺咧，咁咧就要到呢、這、一個time's up 嘅時間啦，嚇、嗯，因為咧今日都係因為其實都係呢、這個揸車翻開，係啦，驚㗎，係啦，因為都係依家都係呢一個 CMCO 啦，咁我哋都就唔想大家咁夜翻屋企啦，嗯 ，OK， 咁啊，如果到時咧就 CMCO 又好，乜嘢 CO 又好，解除咗之後咧，我哋可能會節目會褪遲比較。夜少少就同大家見面嘅，咁而家我哋嘅時間會塞喺暫時我哋嘅時間咧，都會每一個星期都塞喺八點先嘅。咁喺度咧就多謝大家嘅呢個收睇啦，嚇、啊。咁如果你覺得今日即係個OK， 我哋即係你覺得都幾吸引嘅話咧，咁我希望你大家留意下我哋嘅落嚟嘅一啲節目啦，或者係如果你哋仲未 like 我哋嘅呢個 Hotspot Media and Studio 嘅 page 嘅話咧，就希望你哋而家去 like 一 like 我哋，即係盡量守住我哋嘅落嚟嘅節目啦，我哋嘅動態啦，好唔好？咁啊喺度咧就係、是、非常之多謝 Amber 啦 ，Amber Chia 嚟上嚟，多謝大家嘅收睇，係啦，希望多謝中意我哋今日嘅分享啦，係真心經歷分享，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都唔係師傅，我哋都唔係咩嘢，咁我哋都係講我哋自己，即係分享下自己所知道嘅嘢，咁啊都係嗰句，信不信係俾你自己決定，自己去分析啦，我哋只不過係講我哋自己知道嘅嘢，同大家分享分析下咁嘅樣啫。好啦，咁啊唔一定講係我哋講嘅嘢咧，係你要真係要信曬或者係咩，你自己去行自己去分析啦，嚇、啊，即係自己過濾啦，咁啲嘢啦。記得冇好似 Jacky 咁樣嚇人就得。好啦，好啦，咁樣同大家同大家講再見啦，拜拜。二三，拜拜。拜拜 ，thank you。嚇死我！